桥和陈亦如于2020年结婚，甜蜜爱情收获大众祝福。近年来，陈亦如经常到中国工作，近日她返台和家人聚餐时，夫妻俩却几乎零互动，疑似因为分隔两地影响感情。日前，曾志乔透过直播和粉丝们互动聊天，期间罕见提及感情风波。她强调两人非常相爱，大家选择自己相信的，并感谢外界对夫妻俩的关心。至于这几年减少了在 IG 发文的次数，曾志乔也坦言，其实这三年来经历了类似低潮期的东西，因为有很多不了解自己的地方，所以碰到一些脆弱的时刻或是心理上的困境，自己会不知道怎么反应，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不舒服，这么低能量。不过他认为自己经历这么多历练后，有了岁月和智慧的增长，因此觉得很享受。